Hello， 大家好，小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哋嚟到我哋儿童教会跳跳小橄榄嘅崇拜。Hello， 大家好啊，喺我身边呢个咧就系橄榄仔，橄榄仔你同大家打个招呼啊。Hello， 大家好，小朋友，我系橄榄仔，你叫咩名啊 ？Hello。橄榄仔啊，你知唔知咧？系乜嘢嘅小朋友咧会嚟睇我哋小橄榄嘅崇拜嘅咧？我哋咧原来系欢迎所有幼稚园嘅孩子，仲有小 baby， 我哋都欢迎你嘅、哦。每一个礼拜咧，我哋好期待同大家见面噶。接下落嚟，我哋咧一齐敬拜我哋嘅神，我哋一齐企好咯、哦。小橄榄仔，你预备好未啊？预备好啦，小朋友，我哋一齐企起身敬拜，我哋 stand up。小朋友企起身预备了，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耶、各位跳跳小橄榄哈哈小葡萄的小朋友你们好啊，是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敬拜神了，在敬拜神之前我们一起去做一些简单的小一些运动，我们一起拉筋，好，我哋去另外一边啦。好，跟住咧，我考下你哋可唔可以咧掂到个地下？雨晴姐唔得喎，雨晴姐你踎低嘅，发现有啲系好犀利喎。雨晴姐姐，你不如都带我哋做一个动作啦，做运动系咪？好啊，咩都得噶。好啦，我哋扭下条腰先啦。好啦，预备 ，Go！ 一、二、三、四。转下先，向后，哇，好犀利啊！呀，好啦，小朋友，爹哋姐姐要考下你哋，究竟耶稣嘅爱有几多咧？究竟系咁多、咁多，定系咁多咧？爹哋姐姐同你讲，系好似天上面嘅星星咁多。地上的沙咁多啊，所以咧，我哋一起咧嚟敬拜我哋嘅神啦，我哋一齐起身，我哋好有精神嘅，我哋一齐敬拜神。耶稣的爱，像天上的星一样多。耶稣的爱，像地上的沙一样。敬拜神啦，预备了哇！耶稣的爱像天上的星一样多，耶稣的爱像地上的沙一样多，耶稣的爱像亚伯拉罕子孙一样多。姐姐要做一个动物，我们一起做兔仔，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耶稣的爱像天上的星一样多，跳下先。耶稣的爱像天上的星一样多，耶稣的子孙一样多，他有
好爱好爱我哋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大人。小朋友啊，我哋好唔好咧？而家去到我哋嘅房间，攞我哋最中意嘅公仔。我哋咧而家就去啦，去攞公仔，攞公仔，攞公仔。点解我哋要攞我哋最心爱嘅公仔咧？系因为呢个公仔就好似咧，等于咧，哦，我哋咧。去对住神，我哋好大力，好大力咧，一齐揽住佢。神又好似好大力，好大力揽住我哋一样。我哋咧一齐咧要嚟咧敬拜咧我哋嘅神。主耶稣，我一生跟随你，我已决定要将我自己交给你。主，我需要你，求你来帮助我胜过一切，让我坚定在你你面前。哦，主，我需要你，求你能力降临。哦，主，我需要你，求你的爱充满我心。主，我需要你，赐我走在你的指引里，让我一生永远都跟随你。主耶稣，主耶稣，我一生跟随你，我已决定。我们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跟耶稣说，耶稣，我们需要你啊，耶稣，我们需要你啊，耶稣，我们真的需要你啊，耶稣，我们真的需要你啊，耶稣，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说我们一生都要跟随你。主啊，纵然现在是在疫情，但是耶稣，你的爱要来到充满我们，让我们里面的惧怕不再有，耶稣你的爱超越一切，我
哋咧要嚟到敬拜赞美你，感谢主，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小朋友，我哋咧每一个咧都好需要我哋嘅天父爸爸噶，所以咧我哋接下落嚟，我哋咧就将我哋嘅心啦，我哋嘅奉献咧去敬拜我哋嘅神。我哋而家咧预备我哋嘅金钱，如果爸爸妈妈咧有俾你零用钱，我哋而家可以拎出嚟，然后咧预备你嘅奉献箱，将你嘅钱咧放喺奉献箱里边，我哋咧一齐去祷告。我邀请你合埋你的眼睛，跟住 Karen 姨姨一句一句去祷告。好，祈祷手合埋眼睛。主耶稣，多谢你，你祝福我哋一家人又好丰盛。耶稣，我哋多谢赞美你啊！你让我哋有健康有平安。主啊，我哋将呢啲金钱摆上，求你大大的使用，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这份祝福，能够认识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接下来我们有信息的时间，今天我们请到小远姨姨和 Noel 姨姨一起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坐好了，手仔放大鼻，我哋竖起耳朵，预备听信息啦。妈妈，我有个问题唔明啊，点解嗰啲外邦人会拜偶像嘅？唔通嗰啲偶像都系神？女女，嗰啲偶像并唔系神，神系睇唔见噶，神亦都唔系用有人手所雕刻出嚟嘅，但系神而家就喺我哋身边。你细围望下呢个美丽嘅世界，无论系一座座宏伟嘅高山，唔同形状嘅花草树木，每一只可爱嘅动物，甚至我同你都系神所创造噶。系啊，我最中意嘅猫猫，佢真系好可爱。我见到神真系好有创意啊！神除了透过创造显明祂的同在，神也会用声音跟我们说话。你记得我们的祖宗摩西吗？有一天他放羊群去到何烈山，突然间神就在荆棘火焰里面跟他说话。神就跟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时摩西看不见神，但神是在那里的。是的，我们真的听到神的声音啊。神除了会跟我们说话，神也会用不同的形式显明祂的同在。神曾经召摩西上西乃山40日，神亲自的用指头写下十诫在两块石板上面，讲出祂爱我们的心意啊。女女啊，我们的神是时时刻刻跟我们一起，我们常常都可以经历到祂的。你还记得你上次病的经历吗？我记得上次我发烧病得很辛苦，我祈祷求神医治我，很快我就退烧了。我知道神是听我祈祷的。是啊，我们看不见神，但神一直都很爱我们。在我们以色列民族的历史里面，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神一直都看顾、怜悯和拯救我们。妈妈，你看看现在的黄昏几美，神在天上又画了一幅很漂亮的图画送给我们啊，神真的很爱我们啊。神是看不见，但神在这里。你好啊，妈妈。刚才你在故事里面讲到神是看不见，但是真实存在，而且神是常常都跟我们一起。我真的想知道更多啊，你可不可以讲多一点给我听啊？
是啊，我好乐意话俾你听，因为耶和华神真系好好噶。太好啦！头先咧，你嘅女女就话好多人都会拜偶像，但系我记得天父喺圣经里边十诫嘅第二诫话，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即系话神话我哋唔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我们不可以拜偶像的。是啊是啊，神真的这样跟我们说的。我们常常会去拜了偶像，有时候拜金牛犊，有时候拜人像，因为觉得这些偶像看得到。但是当我们拜偶像的时候，会令天父伤心。神其实看不见的，所以看到的偶像不是神来的。我们的神没有看得见的身体，祂没有看得见的样式，但是祂却真实的存在，整天跟我们一起的。啊，我明了，是不是真的好像空气一样呢？什么是空气？小朋友，我们现在一起深呼吸一下。我们刚刚就吸了一大口的空气下去了。空气是看不见，但是真实的存在的。就好像这个气球一样，当我吹它的时候，它就胀了，因为里面充满着看不见的空气。所以看不见并不代表不存在的。而事实上，神是看不见，但是呢，祂却是时时刻刻地跟我们挥着手，跟我们说，哎，我在这里啊。神呢，会透过我们看得见，我们听得见的所有东西，去告诉我们，哎，孩子们，我就在这里啦，我是常常跟你一起的。是啊，好像我们以色列人过往好多经历都见到天父是跟我们一起的。祂呢会带领我们出埃及，神的同在没有离开过。神会对我们说话，用圣经跟我们说话。是啊，就好像现在这样，神都会藉着圣灵跟我们说话的。就好像我们平时敬拜神或者同神祈祷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受到神的爱和温暖，还有我们都会听到神说给我们听的指引，而且我们都可以用眼睛看得见神用祂大能的手所做的神迹的。就好像小婉依依和祂女女心桥的经历啊，当时心桥是患了一个很重的病，但我们很多很多人都看得见神是跟他们一起去经过，并且呢还带领他们去胜过一件又大又难的事的。我现在就请小婉依依亲自的告诉你们那件事是怎样啊。是啊，我们家里一家都是这样经历神真实的存在的。当呢我的女儿心桥她半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发现她的脚肿起来，又红又肿，非常的大，我们立刻带她去医院。当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她的脚原来先天有一个血管瘤在里面，即是说血管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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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到都不可以做手术，多到呢那一刻呢医生都不知道去到怎么算。但是呢天父他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他呢去到帮助我们啊。在那个时候医生告诉我们，心跳已经很危险啊，甚至呢他的生命已经出现危险，因为呢那些血管瘤他病发的时候，那些血小板已经剩下很少很少，医生说已经去到个位数字了，如果一有什么事呢，他呢就会去到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呢不知道怎么办，我呢跟先生呢
都唔知道点算，我哋咧唯有去到揾天父。天父咧为我哋咧预备咗一个非常之好嘅医生，呢、这个医生咧都系基督徒嚟噶。佢咧就话俾我哋听，佢话其实我已经从医咗好多年，但系呢个病真系好少好少人会咁严重，我从来未医过，我都唔知道点样真系医到佢。不如我哋一齐祈祷啦。咁咧，呢个医生咧就同埋小婉姨姨同埋小婉姨姨咧嘅老公三个一齐咧喺个医院里边祈祷。医生话咧，佢唔识点医，佢咧就系问一个专家，佢话咧有两只药可能可以帮到我个女儿噶。佢话咧第一只药咧系一啲癌症病人用嘅化疗药，另外一只药咧就系类固醇，都系一啲咧好重嘅药。佢话咧好担心用咗可能会影响到心桥嘅发展，同埋佢都唔知道系咪真系有效噶。咁我哋三个冇办法，就一齐咧喺度祈祷啦。祈祷嘅时候就见到有一个赛车场上面有一个人咧喺度挥一个咧终点嘅黑白色旗。当个旗一挥嘅时候，神咧就同我嘅老公讲。佢话你咧听医生嘅建议用呢两只药啦，因为如果你用呢两只药嘅话咧，呢、这个将会系心桥呢个病嘅终点。但如果你唔用嘅话，就会系佢生命嘅终点，佢会离开呢个世界啦。当我咧先生咧听到神咁讲嘅时候，我哋咧就一齐商量决定，我哋咧相信神，神咧会帮助我哋。我哋咧同医生一齐咧决定会俾心桥用药、哦。当咧心桥咧要去到用药嘅时候咧，竟然咧喺两日之后，佢嘅血小板就升翻过嚟，去翻同正常人一样啦。甚至咧，其实咧佢个脚上面咧仍然有呢个血管瘤喺佢只脚上面，但系咧当我哋咧不断不断咧去到继续去到食药嘅时候咧。医生咧都好担心噶，佢咧会担心佢咧嘅发展会唔会咧会停咗，佢咧又会担心佢会唔会咧影响佢行路，因为咧佢嘅血管多咗好多好多，佢咧会有长短脚，好担心咧影响佢到行路，影响佢咧会去到学行啦、跑啦、去到跳舞啦，医生都觉得咧。佢有可能佢会做唔到噶，但系咧神真系真噶，神咧真系咁样咧保守住心桥、哦，佢咧去到佢两岁之后就唔使再食药，好似一个正常嘅小朋友一样，佢咧唔单止可以行啦，唔单止可以唱歌跳舞，仲可以跑得好快添啊！佢咧最中意最中意就系天父，因为佢知道系天父拯救佢噶。我哋一家咧都系咁样经历，我哋一家就系咁样经历。原来神系会说话，原来咧神喺我哋中间，原来神系真实存在，而且咧佢会同我哋行神迹添。系啊，神系真噶。神虽然看不见，但是他是真实的存在，并且时刻地跟我们一起带领着我们。孩子们，你都相信这位神吗？我们就邀请这位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可以跟我一句一句地祈祷。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多谢你，我多谢你，因为你时刻都同我一起，因为你时刻都同我一起，我邀请你，我邀请你，而家就住喺我心里边，而家就住喺我心里面，时刻嘅同我说话，时刻嘅同我说话，保护住我，保护住我，带领住我，带领住我，感谢你，感谢你，听我嘅祈祷，听我嘅祈祷，奉主名求。Amen. Amen. 孩子们，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们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作为，耳朵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祝福你们啊，下个星期再见，拜拜。